院长，另外你在过年前有表明要选党主席、嗯、那前副总吕秀莲早上在脸书上，他有提到说，那个你哦，在过年前宣布选党主席，抢当第三颗太阳啊，而且还去北京啊，与北京建立一层神秘的面纱啊。好，这个李副总统啊。成立他应该成立哈，这选这个选老市长的初选了哈。那我对他的话哈，不必一句一句回应。那我去北京是最透明的，好，我的行程最透明，我见的人最透明，都有记者哈。其实大家都有去哈，所以就这种神秘，这是一个主观了哈。那至于太阳，我有讲了哈，这个。两颗都太热了，我不会当第三颗太阳，我现在是月亮，我们不会遮住任何人的光芒，星星的光芒，甚至萤火虫的光芒，都在月亮下都可以散发光芒。那我只是说借一点太阳的光照亮没有被注意到黑暗的晚上来服务大家，好不好？不是太阳，谢谢院长。院长，那个您过年期间，有跟蔡主席见面吗？我过年去高雄，没有见面。我跟陈菊有见面，我们有去爱河看灯会，好不好？因为低调，所以没有发新闻。好，谢谢。有讨论党内情势吗？